我们到六合夜市啦！3、2、1，但是还是有点辣。这台东西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的小世界？我现在没空，我要去煮热搞了。他没有说没说哎。这个是哥哥小时候穿的，然后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是，然后这个我只有新的只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四个而已，大部分都是哥哥的。我带两个。要擦一擦。网络上我有看到。真的、哦？那妈是这家。那是他有内用的吗？不知道哎、这里面装什么？肉啊！来彰化吃控肉饭，然后这样绕了一大圈都没有位置，所以就派我下来外带。忘记拿，我不知道，哎呦，饿死了啦！忘记拿免洗筷，就我们现在在车上没办法吃，好惨哦！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停车位，结果没有餐具，所以我们现在又准备前往下一个城市。刚刚在浪费超多时间的，在彰化，为了吃一个空笼饭，就到现在还没有吃，就是停在这里吃。对啊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当然好吃哈。这个阳台很酷哎，你看这个玻璃阳台一堆。
对啊，看不到。这个方位不对啊。对啊，看不到烟火。主要是楼层不够高，再高个2层就可以。这边是洗澡的，这边是上厕所的，它是分开的，整体都还算蛮干净的。这边有一个浴缸，然后这个应该是淋浴间，没错，是一个淋浴间，浴巾都在这里。好，这边有吹风机跟一些沐浴备品。厕所，刚刚我来上厕所，它这个免治还蛮强的，比我家的还强。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洗手台，它的冰箱是藏在这边，就是它散热，整个这一区都很热。然后里面有一些饮料是可以免费喝的，这边是一些冲泡的、咖啡、茶包之类的。电视很特别，它是可以360度转，所以沙发区在这里，我们也可以坐到这边吃东西，这边看电视。那我们这个方向呢是有副窗户，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可能就是太低了，然后刚好前面是原柏，所以我们看不到孟斯代那边的烟火，就有点可惜。这是两大床的，然后有一个沙发区，就是有一个人可以去睡沙发。现在就是两大三小，小孩子又有一点大了，就变得不知道怎么订房。就是大部分饭店啊民宿都是四人房，然后变成说我们要加床或者是加费用。有些订房网甚至就直接给两房，一家人要分开睡，就是觉得有点怪怪的，所以我们就想说挤一下，然后加一点费用。哇，超大！看到怎样？这边也太美了，可以看夕阳。想当使者吗？自从拿到这张黑带，高雄市区东边三角永远到。我们到六合夜市啦，好几年没来了。上次来的时候应该是双胞胎一岁多的时候。没有没有，是吗？是，对啊。他们有来过吧？有吧。就我们两个结婚前来的吧。哦，是啊，好多吃的。来这边是要吃海鲜之类的。糟糕，不行。锤子很好用。我们家有人要浇水啊。口渴了，我们来买果汁。他们在里面夹娃娃，去哪边都要夹娃娃。棺材板来两个好了。B 哥，我要吃 B 哥一个。台中虾卷。台南虾卷啊？还有什么？鸡肉卷。鸡肉卷，确定？你吃一下吗？不要，不要，先这样好了。燕饺汤、四神汤、福州丸汤。没事，有草莓，你要吃草莓。好，这个。都可以啊。给他拆。弟弟好不好吃要讲哦。别修了。好、哦，厉害哦！不要这样子甩。这边的。好。他怎么？差一点，啊，给谁？给你倒吧，他拿正一点，那个感觉很软。这边也都这样子啊？嗯。对。那个不用冰啊？不用。那你们在新竹不是冰的吗？到。好吃吗？
龙虾。嗯。大虾子。嗯，就是大虾子。嗯，蛮好吃。很甜。你要吃吗？有吗？哎，我看到那边有一点烟火。也是说山高峰的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小心哦，待会儿就问刷小心砖哦，哈。来到风车公园，这边是奇经，刚刚我们开过港隧道，小时候我爸就是开这个路线带我们来奇经玩，所以我有一点印象。然后我老公说他居然没有来过奇经，这边有卖风筝，那刚刚很搞笑的是那边有个牌子写说禁止放风筝。垃圾的。西瓜不晓得。有哎，我看到西瓜。蒜末吗？不会吧。啊，这个。是现在我想吃糖。糖啊。对。另外一种糖。番茄。不爱吃。沾酱油的番茄。啊，沾多少酱啊？不错。很难吃啊，有姜的味道。对啊，抓姜啊，不是蒜头，姜姜末。鱼蛋沙拉，啊，蘸这个哦。